终老，定论还是太早，我也未预计到，到最后会闹翻分手，那么早，观众及友好，怎去面对好？这种事没法子大肆铺张去宣布。有人问到我们近况，我便说大家各自望着。真的故事，真的不太想讲。相信的有人问到我们近况，最近有事干，没见对方。假使也会意，不要逼我讲。其实我们没有。可惜话到嘴边。